哦，对，你刚才真是太厉害了！你把周末姐从水里救出来的时候啊，简直就像是好莱坞大片里的超级英雄，简直就是美国队长，就像绿巨人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刚才啊，在把他从水里捞出来之后，用手捂着他的那个胸，在做心肺复苏，然后嘴对嘴做人工呼吸的时候，那个专业啊，我要给你点。 100个赞！怎么感觉这么好的事儿从你口里说出来就变味儿了呀？变成什么味儿啊？涩涩的味道。哎，不就急救吗？谁不会啊？我家小七也会啊，对不对？小七，给小雪做过人工呼吸。小七确实给我做过人工呼吸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那感觉哇，太酸爽了。小七。 小雪不跟你机会，我跟你机会展示，来，小七，来，小七，哎，你起来，起来，那次给你做人工呼吸的人是我，走吧，走喽，走喽。 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！这件事情谁都不许说，记得没有看见吗？这可是我的初吻，初吻！别别别我了，别！不是你干嘛呢，小七？哎，嘴好臭啊！